연룡의 눈이야. 해봐, 눈물가 아닌 있기도 해. 농이 뭐가 있어? 왜 안 想, 想 이생이 나 줘. 더비 본인 쓰용 당호 해. 阿公的父亲，阿公，然后到我，都是有在做土龙的，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应该要保存下来。我感觉学这你家嘛有足够当学起来。那在种的都我自家种，我自己。所以这金你家是经营，是也袂当讲搁经营偌久啊。一开始我会接，也是我要求的。我跟我爸爸说，哎，我想要学。就是哎，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，我们家也没有兄弟姐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。时代一直在改变了，所以咱这个米价就是大件的愈大件，小件的就无法度生存。如果是全台湾的什么最辛苦前五十大行业，我觉得这个行业一定排得上榜的。米要经过一道道工序才会变成你吃到的米啊。